个别省的一些乡村发生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没有出现人感染高致病禽流感的病例。Contents of these news releases have also been very substantial. 禽流感的防治首先在家禽的防控，如果家禽禽流感防控不好，那传到人是早晚的事情。 As I briefed just now, out of the eight, 而且免疫政策和普杀政策不互相取代，是同时进行的。这一点应该说，绝大部分国家也没有这样做。There's a special feature for.